那当然讲的就是婆媳这件事情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女生都可以跟你们报告。我们先欢迎来宾，好，你们好，欢迎。那个已经是媳妇的举手好吗？啊，没。欢欢，欢欢曾经是媳妇，现在已经恢复单身了。那恨婆婆的请举手。谁敢举啊？你干嘛举一半啊？我没有，我是脸痒。哪有婆婆爱什么一样呢？所以如果有戏是要讲婆媳相处之道的话，你会看吗？我觉得我有很多可以分享的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我以为我本来最爱的是妈妈，后来发现原来我对婆婆的爱可以超越妈妈的。不是，哇塞，谁是你？太假了，没有，太无耻了，真是好好，我想到我都好想哭，我真的是，我真的好爱我婆婆，我真的。还有请。